小仓鼠的占有欲好强呀！自从我有了这个会摇尾巴的小杰瑞，呆萌总是凶巴巴的。给你咬秃头。更过分的是，他把我给杰瑞做的新衣服咬坏了。我也想弄新衣服。噔噔，为了哄呆萌开心，我搞了一台全自动的迷你缝纫机。先把电池安上。啊，我又启动它了。哎，这咋不好使呢？还没开始做，机器就被我搞坏了一台。这回我们再试试好不好使。对，这回对了。选一块喜欢的布料，那就用这块布吧。手动量一下它的头围，然后检查一下布料。我还买了这种蕾丝做装饰。启动缝纫机。这就缝上了。让我看看，这缝的不错哎。把另一边也缝上，再把这两个窄边缝上皮筋。做完这件衣服，呆萌就有20件衣服了，比我的还多。我得赶紧给自己多买点。最近唯品会很多大牌冬装搞活动，如果尺码不合适，还能顺丰上门面对面货过呢。现在点评论区链接，或上唯品会搜蔡可爱，还有新年惊喜。噔噔，我一共做了3套装扮，快帮我看看呆萌穿哪套更好看。小仓鼠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它只是希望得到更多的爱呀。